轻在你面前徐徐展开，你会看到什么？是登峰造极、神乎其神的技法，是浮游天地、沧海一粟的意境，还是关照人心、天人合一的气象？中国画是国粹之画，也是国族之画。印宗秦汉，书宗晋唐，画宗两宋。两宋时期的绘画是中国经典艺术的巅峰。画家们用艺术的形式留下了跨越千年的生命印记。延绵是中华美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，它不是一张画，它是一个世界。宋代的文化天空群星灿烂，铸造了影响千年的诗、书、画一体的文人世界和品鉴标准。读画主要是要读出中国人的情怀、中国人的心智。我们通过这一幅幅的古画，能够跟古代的伟大画家们心意相通、心心相印。通过绘画可以了解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历史，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建立文化认同具有积极的意义。庙墨书乾坤，丹青传神韵，一直不变的是我们的中国心。